山内刚好裸身。各位牧长、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来请求圣神保惠师来安慰为主，拭去恁当众的目屎，无阁有死心依靠，因为看见主耶稣为咱举办永生的盼望。咱所敬听的翁王德兄弟，我拢叫伊王德兄。翁志信牧师奉牧就任了后，我一摆甲讲，安尼咱就爱来叫牧师讲，伊讲拢共款啦，原来安尼就好了。伊是一个真好心，啊，真谦卑，啊，甲咱大家做伙教会生活的人。王德兄伫五月初二透早3:34安息主怀，煞了世间的劳苦，世间的日子81岁。伊转来到咱牛条山的厝里，实在感受着转来到厝里的平安、欢喜，甲迄个轻松、舒畅的面，予咱看起伊有迄个真好看的面，予咱通得到安慰，予咱更加确信伫主内底来死的死人有福气，这是确信上帝予咱的应允。伫伊人生的终局，主找天使来接伊的灵魂返去天家，放下地面上的重担，欢喜返去上帝给伊陪伴天堂的喜乐。人生上，咱有真侪唔甘，总是伫信仰上，咱为着伊来欢喜，因为伊已经征战好的征战，已经尽跑走的路障，已经受所信的道理，安心返去天家。求主将平安守住予咱众亲友甲兄弟姊妹，所以伫即个个别礼拜的时，我会用一粒落地马来加三甲勉励。头一项，一粒落地马是咧主咱的救，指咱的救主耶稣。约翰福音第12章的时空背景，当犹太人会搬过这一节期，有希利尼人，就是希腊人，要来见耶稣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希利尼人是外邦人。在礼俗上未尽清气礼仪的人，这些人才会当见主耶稣。若是主耶稣是全体人类的救主，伊毋仅是受拣选犹太人的救主，也是外邦人的救主。伊毋仅是先得到福音的基督教国家的人的救主，也是咱台湾人的救主。所以伊讲，人主得到永光的时候，一般的人所讲的永光，可能是吞打别人的头壳，爬伫别人的肩头顶来成就家己的荣光。咱有一句话讲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一个将军的成功，可能要死10000个对敌；一个将军的功劳，是奠基于害死10000人，予因的性命丧失。伊的荣光，这个将军在演讲的时候，不能忘记有10000对以上的父母丧失因的子女，有10000的寡妇丧失因的丈夫，10000个以上的囡仔失去老爸的基础的顶面。所以一般世间人的演讲，通常有侪侪缺陷。在演讲的另外一面，是侪侪人在流目屎甲苦悔。总是主要所的演讲，不是安尼，主要所的阳光是十二个阳光，伊是牺牲家己来救赎人类，伊是留宝血来抹消，既然信伊接受伊的拯救的人的罪孽，所以主要所将要做一粒落地马的精神来救赎众人类，主吩咐咱爱将这款落地马的精神来带到这个世界。所以在1865年，有这些宣教师将福音带来台湾，无论是马雅各医师、巴克利牧师、甘伟林牧师等等，设病院、设教会、设学校，拢在讲起要在咱的中间将基督的疼、赏赐分享给咱。在100多年前，
这款落地尾的精神继续生传到嘉义，特别来到屏东。伫牛条山的所在，胡超智女士接触福音，接续带领家族，有的是直属的家族，有的是姻亲的家族。咱王德兄应该是属于较姻亲的。每礼拜日，伫牛条山来到屏东的所在做礼拜，爱行两点钟的路。伫咧行路的中间，当面地未开的时，侪侪人伫遐骂讲迄条狗鬼。嘛有迄个爱自助的囡仔爱担石头等等，伫即款的中间，要热心来侍奉上帝，用米罗一边担米，一边担囡仔，佮细个囡仔要袂晓行，也是行路要无法通行两点钟的囡仔，然后担来面条，要转去米罗，遐米食了啊，捡一块石头，袂袂佮担倒转，用安尼来。军队耶稣基督，伊的主正做一粒落地尾，也予咱继续军队伊的前进脚步。第二项就是落地尾的精神，一粒尾若无落地，第二来死，一粒难听。只有落地第二，为着别人来死，上帝就伫予这粒种子转化，正做一丛麦啊，向下定根，向上来结果子。咱了有。王德兄确定伫咱的个人履历顶面就会真清楚，就是伊伫做药学生，真认真伫学习药理，佫真勇毅、真勤快。后来伊也学到真好的即个医术，然后甲着咱的明水姐结婚。啊，伫伊少年的时，伊甲伊的妈妈就已经有接到福音。然后，伊伫牛条山的所在做真多真好的工，来仰望上帝。咱知伫起初接受基督教的人会受误会、受攻击，因为是一个背祖的人，总是基督信徒，伊逐日信靠主，逐日挖靠主耶稣来伫遐做美好的见证。礼拜日来教会礼拜。拜一到拜六，每暗拢爱做家庭礼拜。我还会记得，差不多我这个月，弟兄弟姊妹还在讲，阿公保养长老上受气，就是送若无做家庭礼拜，伊就足受气的。就是要让全家在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道理，来得到定根在圣经的道理的顶面。咱咱的王德兄，伊到伫晚年的时，虽然外体渐渐败坏，但是内心日日换新。伊知影人伫我，毋是来挖过即个物质，毋是来挖过人的关系的拼，是挖过上帝所赏赐的稳定甲怜悯。伊的落地尾精神，也伫咱牛条山得到侪侪人的阿乐，听讲。伊在开药房的时候，是咱牛寮山第一个买电视的，同时间咧台湾电视、台湾电视台，甲一台通看啦听，可能规个店口拢总是囡仔来去伫遐看电视。牛寮山有偌大，是二级想象，对咱其他的东港兄弟姊妹，阮牛寮山的选票双数赢过阿里山乡的选票，这就牛寮山。安尼伫迄个伫个牛条山的所在，伫迄个本来有医生，后来医生搬出来的所在，伊啊继续服侍啦，做真侪真好个工，搁伫亲族的中间，点点扶持，帮衬侪侪亲族，而且青年兄弟姊妹，做阮的王德兄，实在是一个点点，咱讲啊做点点在做，做予上帝看的人，是一个落地尾的精神的人。第三，就是服侍人生。最后说，为了服侍人，牺牲伊的生命，就是毋计得。第三，就对世人忠告啊。最后说，呼召咱每一个人，就用生命来做偌济服侍，做服侍人生。伫台湾，咱看起有侪侪外国的宣教士来台湾，
努力学台语，在台湾做教育、做医疗、做传道的工作。虽然因不是台湾人，比台湾人搁较疼台湾，有诶一世人将因的骨骸埋葬伫遮，当奉献伫即个所在。即款的精神是值得咱学习，即款的精神也是咱每一遍咧参加告别礼拜时，咱就算家己的日子，通得到智慧的心，咱有搁偌侪时间，通伫即世间为主来做一个献身做偌侪的人。个人捌担任邱局长开洗浴房，伫医疗欠缺资源的年代，行做牛寮山、潘中院等等一带大家所信赖的赤脚医生，因为对耶稣基督所学习的精神，行做一个虽然赤脚医生嘛24小时伫往诊的人，予侪侪患者减轻痛苦，通过伊的温顺。主的怜悯，医治到伫遮个侪侪病痛的人的中间。伫贫困的年代，农民生食都无够，哪有学堂学馆？家己要逐日所用的都无够额，要安怎有通搁存一笔医疗费用？伫无健保的时代，厝内有人患病，实在真费事。咱的王经理，若有人得着病痛，先来备药啊！先来注射，先来得到医治，等农产品收成了后，才来付费。我唔知影是毋是迄阵也咧记小记入表，就是讲啥物人也来看病，还有来记入表，可能是记入号码较对。总是咧甲咱讲，24小时的往诊，伫遐来医疗，伫贫困的农村，有真侪病痛的人。伫遐免得有迄个经济过端的压力。啊，咱的王德兄弟也是牧师讲，因带全家来信主，对信仰来得到鼓励，伫病痛中间有缘信靠主耶稣。每拜三会再去乡里看客，爱去探访。咱若去甲伊探访的时，伊也爱吟诗，吟诗了后，若甲伊讲话，伊嘛。目睭客家，伊嘛知影讲什么人，什么人来甲看。我若叫名，伊就知影，迄是什么人的附近人，什么人的厝内的人。然后拢甲我问讲，牧师，啊，我当时要倒来牛条山，我病也好，就倒来。所以五月初二病就好啊，就带伊倒来牛条山。伊讲我要过来礼拜，我讲好，你就爱过来礼拜两礼拜，所以今仔来礼拜两礼拜。咱拢伫遮做伙参与伫即个告别式、告别礼拜式。耶稣基督是活人甲死人的主，咱伫告别礼拜时，搁较体会主耶稣救赎咱每一位领受伊永生活命的贵人。我等咧参与告别礼拜式的时，也三角看起伊已经浸泡走的路障，迄款的欢喜，也搁来鼓励咱。继续跑走上帝国，为着上帝国来大家担心来参与，来得到上帝稳定甲怜悯，也安尼三个面来担心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就是安王德兄弟，就是阮的安牧师讲，在这世间幼儿贫困，知影送养人的艰苦。伫伊有得到上帝温恕、医疗的温恕的时，伊也体贴侪侪送养人。伊伫牛寮山做好的工，也伫主的面前来努力服侍。虽然到年老的时，侪侪病痛的折磨，总是伊体伫病痛中间体会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所受的艰苦。那亲像甲耶稣基督当受苦迄款的精神来成就，今仔日阮三甲参与这个告别礼拜，深知主的怜悯踮伫因的家庭的中间，伫因的家族的中间，竞选做长执，竞选做牧师，竞选做教会侪侪要紧的工，我要恳求你，我这个子孙继续这个脚步，热心侍奉
上帝国的圣工。我了三甲伫即个告别礼拜的时，三甲得到美好的见证，因为深知信主的人要得到永生的盼望甲喜乐。愿主你引带阮保守遮个正亲族，出入内外得到平安。就是阮会用算家己的日子，来得到智慧的心，来行做上帝所赏赐、所祝福，伫世间来应跟上帝利益正人。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